你俩试衣服呢？衣服干了。咱俩猪一模一样。啊？一点也不动，吃完饭就在这躺着。为啥就好意思说他爸？ 微微看到自己能偶像撕下超费，哐当沙发出一张嘴，喜欢吗？我想到哪放啊？嗯，问你妈，每天放哪就放哪，在中间。你放这儿了吧，那衣服洗洗。嗯。辛苦。心目中做家务的男人，观察现代男性会不会做家事？嗯，但现实是残酷的，在外面各种帅的男偶像回家也只是。 不是妈，哎，赶紧把衣服挑挑，把衣服该放洗衣机里，先放洗衣机里。啊。你来了，我。你来啥？你看看冰箱，看看你想吃啥的，让你妈给咱们做点。我先去熬个豆角，完了晚上咱再帮上一点。今天要他做。 哎呦，谁教你能告我吗？让你妈好好给咱做呀！谁教你这一套，让你妈好好给咱做呀？大儿子，沙发儿子，沙发上躺着呗。这天天，这沙发好多好。拿点试衣服呢。衣服干了。你也可以来晾晾。 魏总，你看，嗯。叔，你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不觉得心不虚吗？对呀，有点虚了，现在。妈，来妈，歇会儿来，坐着歇会儿，看会儿电视。 别干活了，不干完的话怎么坐着？快点儿了，歇会儿来，别干活了。你看看，表面功夫还是可以。还会说这种废话的。等一会儿吃完饭吧，再整吧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。为孩子做事的时候吧，不觉得累。